是你们三个一起唱。对，唱哈。北唱北你吗？你们说在哪里？你要看镜头。这首来来来，是我教的，我教就不错了呢。他们来，我问了，主持人问母语哈，一个一个问哈，来，你不要跑，他要上那个。妈妈怎么讲？爷爷，我们不要提哦。爷爷，来，爸爸。爷爷，爷爷，阿公。你是假太阳哦，你来过来，坐着，不能这样。坐着，叔叔问一下就好了。那个弟弟来，前面坐着。来这边，不要这样，张毅不要动。不会就说不会就好了，没有关系。不会，快点。来，那个女生怎么讲？不会。哎，你几年级？五年级。五年级不会。我跟那个男生一样。哦，好来。女生会不会讲？女生不要晃，不要晃。不会就说不会，没有。男生呢？不会啊，没教过。小孩子怎么讲？小孩子没教过啊。你在哪里念书？那个大同，张毅那个。那个是市区的学校吗？对。哦，你有教语言啊。你爸爸妈妈是哪一组？泰雅族。爸爸跟妈妈都泰雅族吗？对啊，全家都是泰雅族。哦，那你都没有学啊？我有学。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学？我会讲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讲？伊安拉鲁斯。你妈还是伊安？伊安拉鲁斯的。对。好。那主持人问一下，老小孩子怎么讲？小孩。不知道，还没教过，我们就是听那个长的。哎，弟弟眼睛怎么讲？眼睛。眼睛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他，待会你不会啊？好，来姐姐来讲眼睛。不要。好，鼻子。张毅过来看你。怎么那么快就震我了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那个嘴巴呢？嘴巴是。我不会嘴巴。你不会讲，你不会讲。这个我大女儿啦，我可以就跟你讲，是我大女儿。问阿妈为什么你女儿不会讲呢？我会讲啊，那话痨就。你的女儿怎么不讲？他们就是我都是在高雄生的啊，在高雄港，我就。好，等一下我再问一下哦。来，那个耳朵。爸，你不知道。耳朵怎么讲？爸。头怎么讲头？头是。等一下，你们先不要解答，我要问他程度。头怎么讲？奇怪。好来，姐姐头怎么讲？头堵怒。堵怒好。他写过了。手怎么讲？手。手，我不知道手。弟弟手怎么讲？脚。我都不要。脚呢？脚。不会。我不会讲。脚会不会？脚是。没，你就讲错没有关系。脚怎么讲？我忘记了，我不知道。好，忘记没关系。好，来，叔叔再问一下，我问动物哈，猪怎么讲？猪？怎么那么不听话？猪。旁边停，不要停。我问他，不会就说不会没有关系。我不会。过来。猪会不会？不会。坐好来。猪会不会？不会。看你有。不会。来，那个鸡怎么讲？我不会讲鸡，鸡还没教过。牛，牛哎，全部头都是沙子过来，我叫人家来修理了。水里面的鱼会不会？都是沙子，不会。
好了，我问你哈，那个泰雅族脸上有纹面，纹面怎么讲？这个很重要的东西会不会讲？不会哈，不会，这样打，会不会？纹面怎么讲？纹面？纹面不知道。不要讲不知道。织布呢？不会。织布也不会。不会。哦。织布会不会？不会。好，来问一下，吃饭。吃饭是跟那个黑黑这个。哟，那个是讲饭。饭怎么讲？来，那个洗澡怎么讲？我怎么都不会。不会。你不会。也不会。泰雅族王国喽。不会。人家都写，人家都穿鞋子。好，不会，不会，没关系，不要紧张，不会就是不会啊。你看，人家都小朋友都穿鞋子，那个睡觉，睡觉怎么讲？啊，阿弟。阿弟哈。牙齿有对吗？对，牙齿对。啊，牙齿对。好，那个什么，很太阳怎么讲？太阳是。我真的看你不给面子啊！你会不会太阳？他不会。那现在有那个风很凉，风怎么讲？哎，这好难的风，风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个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？你做的石头。石头怎么讲？太难了，好难哦！石头哪有眼睛？不要弄，你就不要先剪，好难哦！来，那边有木材哦，那个木头怎么讲？木头。那个老师在那边，老师会讲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木头。不会。会呀。好不好？不知道了。会呀。我问那个泰雅族的房子，你说是竹子哦，竹子怎么讲？他们有上课也是知道。不常用，不常用就要忘了。常用就忘了。可是他们如果竹子不知道，就是他讲是他没有教。竹子。不知道。他们现在都在哪里？都在都市啊。地瓜会不会讲地瓜？他不会。地瓜。这个应该很常用，叫地瓜。突然忘记了哈。是儿子的讲的。地瓜，刚刚那个大女儿，大女儿的，来，我要地瓜，不会哈、哦，那个来，一二三四五，你不是会吗？你不写过吗？叔叔是问，叔叔没有为难你，有的问很简单的，你会不会？一二三四五会不会？忘记了哈、哦。一二三四五，我忘记了。那个泰雅话唱歌怎么讲？小朋友的没有了。有教过忘记了哈。对啊。跳舞呢？跳舞你不是有写吗？都跳舞有学，可是忘记了。啊，忘记了。都没讲了。啊。跳舞会不会讲唱歌？不会。好，妹妹，我再问一下，彩虹怎么讲？这个那个泰雅族要过彩虹去见祖灵哈，彩虹怎么讲？彩虹哈，泰雅族不是很多彩虹吗？不会。啊，不会哈、哦？有没有你会的？叔叔没有问到你自己会讲的泰雅单字。我。都可以，只要是泰雅单字都可以，用泰雅发音你会不会？想得到的。你想到的也那个啥？你想到的母语。我想到了母语啊！对，你会讲的都可以。你会讲的，你讲啊！我会讲的，我会讲的。嗯，你会讲什么？妈妈。妈妈是什么？妈妈是那个叔叔。叔叔。对。哦，还有呢？李安南露水。李安南露水是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你叫什么？还有呢？还有妈咪是饭。妈咪是饭后很好。还有呢？好了，这个雅弟雅雅。哎，很棒很棒。还有没有？是每次的好多个。还有子路。嗯，很好。还有。很好啊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那姐姐呢？你要会什么的？我都把它讲完了。讲完了。有没有？没有？他没有讲的。我问你一下，衣服怎么讲？衣服。衣服。我不能讲，因为你们的。衣服不会，衣服不会啊。要弟解答一下。卢固斯。衣服是卢固斯。衣服是卢固斯。你没事哈，我问你哈，你想不想把母语学好？想啊。那回去都没有跟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学？没有。阿嬷是教你们呢。阿嬷有教，可是我。来，叔叔教你哈。
你是不是会用做笔记？我会不会做笔记？他会做，我好，一个用手写的话，叔叔手上拿什么？叔叔这个手上是什么？象征像那个摄影。对啊，你有摄影机是可以去录阿嬷讲，然后可以放在电脑一直看。还有拿那个手机去录影，录阿嬷的声音。这样你就可以存在 MP3 跟电脑里面看，就学很快，懂不懂？你有时候听完了就忘记了嘛，就去拿录影机，有平板电脑嘛，有智慧型手机去录，去录阿嬷。爸爸的声音，你去问一句说，爸爸妈妈，爸爸外公喜欢上山打猎，一句话怎么讲，把它录下来，就常听，听一百遍就会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现在有很多电子产品可以去录，懂不懂？懂。自己当母语小老师，知道吗？对。把你看到不会的东西拿去问问那个长辈，再把它录下来。上课啦，下出去玩都可以挂着听，像听音乐一样。懂不懂？把母语录下来，然后当音乐放，懂不懂？你会不会想学母语？想啊。要用，多利用那个录影机、手机、平板，对，用平板去录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的声音，去问他们那个怎么讲，录下来可以存在电脑听，存在 MP3 听，懂不懂？这样就学很快了，懂吗？再唱一首阿嬷教你们的，会不会？就是到时候会放在网络上，你们可以去看哈。阿嬷，别唱的。只要拉拉喂，再跟妈来讲。再唱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咿呀，咿嗦那萨格玛来藏咿阿玛，咿呀嗦那拉喂，萨格玛来藏咿阿玛。好，谢谢。那泰雅族话，谢谢跟再见怎么讲？什么？谢谢跟再见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会不会？雅弟教一下。那坏事，是个亚大啦。好，来讲一遍，预备起。好，来最后。那坏事，是个亚大啦。坏事，是个大呀。然后，有时候那个发音你们会不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用录下来可以听一百遍。有时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在忙，没有时间一直念给你听哈，你就录一遍就好。回去到电脑可以一直看，知道？这样你就懂不懂？这样就很方便了。你无聊的时候就打开来看。有时候爸爸妈妈在忙嘛，没有空，懂吗？你就有时候就去录下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问一下，你可以介绍一下郭英叫什么？我郭英叫张璇。哪个璇？玉字旁的。啊？玉字旁。哦，一个旋风的旋加玉字旁。张，工厂张哈，还是文章的张？那个工，张璇有文章。张璇哈。那爸爸妈妈都泰雅族吗？对。有没有泰雅名字？没有啦。我很少用。你先看，我忘记了。你去问阿嬷一下。好。弟弟，那你国语名叫什么？张成。哪个成？就是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金。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金啊。对。那个字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没有查过？下次去查一下是什么意思哈？张成哈，一个山一个金的，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金，金色的金吗？啊，不是，今天的金哈。几岁？十岁。几年级？老外。四岁。全名。老外哦。十岁四年级的。你哪个国小？大同国小。苗栗市还是苗栗县的吗？苗栗市大同国小哈。老外中好。好，等一下，那个那你泰雅族名字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是问。去问阿嬷一下哈。我的名字老外总号。老外什么？总号。总号。老外总号哈。你是几年级？五年级。哪个国小？大同国小。爸爸妈妈是哪一村？哪一乡？哪一村的泰雅？我的井水村。爸爸妈妈都是井水村的人吗？妈妈是从哪边嫁过来？妈妈是后山。啊，那后山哪里？哪一个村的？大外总号。大安村。天狗村。天狗部梅园村天狗部落是吧？妈妈是从梅园村嫁到井水的。文水还是井水？文水。文水的哪个部落？爸爸是文水哪个部落？是马戏狗部落。
司马细格部落。司马细构。细格。哦，司马细格部落，天龙部落吗？啊？天龙部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他没有意思那个。好，等一下，弟弟，你的太阳名字叫什么？五外总号。啊？五外总号。五外啊？五外总号。五外总号哈。好。那叔叔下次再录你们新的母语哈，妹妹看这里一下，不要进步哦。好。学母语可以用什么东西学？智慧手要录平板，还有那个录音器 MP3， 还有智慧型手机，哎，还有那可以存在哪里？电脑、手机跟电脑。可以存手机、电脑，还有 MP3 哈。还有你用的。对啊，你们也可以放在网络上给别人看呐、啊，懂不懂？对不对？懂哈。那个平板电脑、智慧型手机、录影机，还有那个录音笔，那有些照相机有录影功能，通通可以用，知道？有些你问十次，有些大人会嫌你很烦啊，他要忙，你就拿录影那个摄影器材去录他，录一次就好。还有自己想要学什么，这样懂不懂？知道哈，知道了，要加油哦。好，哦，那个泰雅族加油怎么讲？你是南东山的啊？会不会？老嘎打样，老嘎打样，老嘎来讲一遍。打样老嘎，打样老嘎，打样老嘎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我下次再拍你们哈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雅弟，谢谢哈。雅弟，你名字叫什么？打八十块。啊？我是打八十块。打八十块。对。五块。嗯，打八十块。那都你孙子哈。那个我孙子外孙。那个啦。那下次要加油哈。我会教，我很努力，我很努力。他没有那个录影机教他们录影。我会教，我认同你刚刚讲的话，原住民真的是要把我们这王国这些壮大。我认同你的话，刚才，真的是提醒我自己。好，谢谢你提醒我。谢谢，不，要加油哈，人家都很可爱啊。我是头目的女儿。哦，头目的女儿要跟你加油。好，谢谢。你看我的产品呢，都是以。当地的那个特色，我下次去你工作室拍一下。啊，你到我的那个苗栗，我电话给你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，好，OK。好，我电话给你。那我先录到这边哦。好，谢谢。